真哇塞！你还蛮会造福观众的。哇塞！哇，后面也很精彩耶！哎，后面好好看，不是，因为后面好好看。是那个感觉，对啊。再靠近。隐形，你的手是不是要往后延伸？对对对，往后延伸。来，那把那个展台拖出去展。隐形，你胸，你胸要再低一点，可是腰要凹一点，这样吗？腰。可是刘一欣的那个腿这样卡在那边。对，所以一定腿要再下来一点。对，然后。手臂的张力不错，刘一欣在底下那个摆动，再不错，哇，这个好好，手臂线条挤出来，你头刚比较好看。你觉得名牌是不是要拿掉啊？还是不管？上半身再高一点。你说我吗？有点遮。上半身高一点是吗？对，再上来一点。隐形这样看不出来是隐形，对啊，因为上半身好看，好看。对。他们撞到对方了。哎，我觉得影评的脸要离他脸近一点。我们试一张刘一欣在上面的，来背掉这个。哇塞，超正的！哎，那个是他的方向跟我们的方向是相反。好害羞，先下了。太了。啊，怎样？我的安全裤很可爱。很可爱。对。展展，你会不会坐太近啊？你在哪里？觉得你要，你可以回来，你回来了。没礼貌，好夸张啊！小心，摇滚，长过来这个，摇滚，对，好，靠近一点啊，张力，对，张力出来。手指真的用力压地板，撑上来，撑上来，手压地板，手指压地板上，对，中的用力，对，然后上半身要还是要上来啊，上半身，上半身上来，站上来，再上来，转过来这边一点，好 ，OK， 好，好，非常好。